老花姨每个月答案回答一下翅膀们的养分问题啊。那翅膀说六倍力怎么东倒西歪的把缺光。你知道这个东西哈，你怎么理解呢？就植物它有一个趋光性，在它稍微缺光的时候，它就使劲让自己长高高。它为啥呢？它要获取阳光，对吧？它就会出现土长。最有名的一句经典名句是什么呢？一只红杏出墙来，对，因为墙头里边没有光了，所以说长出去了。一旦长长了，土长了，它不就瘦了吗？就是吧？长了不就耷了吗？就一个道理嘛，宝。然后呢？适当的用点肥料啊，你营养不良它也这么个事儿。还有个问题哈，这个绿天鹅啊，三天就谢了。绿天鹅呀，包括一些海鱼类的呀，它会开花吗？会开花，它主要是看叶子的，你管它花干嘛呀？一般出了花我们都会直接给它剪掉，为啥呢？因为会影响整个母体，因为开花是消耗大量养分的，明白吗宝？就跟你旁边养的这个猫一样，你说它不给你抓老鼠，你本来就看了一个东西，你说这养三年了不给你抓老鼠，你气不气？你是养它给你抓老鼠的吗？你好，又来求助了。紫薇是水大了吗？换了一次盆还这样。你像养紫薇哈，不论大大小小的这种，一定要给足光照。你没有光照，想养好紫薇，这个就不太现实了吧？好吧，给足光照。另外呢，在养这种小盆景的时候哈，都得适当的去揪叶子。到春天的时候，适当的把叶子揪掉一些，让它重新去长。然后呢，长出来叶子呢，还要进行掐尖，让它促壮。养盆景都会修剪的，每年都要一到两次的一个修剪，然后一两年一次的一个翻盆。玩盆景就这样啊，很繁琐。你要是新手花友的话，你就从盆栽开始玩，你就正常当它就跟养猪似的，是吧？不像养宠物猪那种，就跟、放养大猪一样的感觉，你明白了吗？宝，现在这种心思太细腻了。不过入手是可以的，像紫薇啊、黄杨都可以入手来练一些个东西，还有榆树这些，好吗？给足光照哈，没有光照，很多盆景都长不好。下个图吧。老花姨，这个滴水观音还有救吗？之前得了红蜘蛛，洗根换土。你当红蜘蛛，你洗根换土干嘛呀，宝贝？啊，你就打个比方说，老王他得了痔疮，啊，你给他肩膀上贴了个膏药。你说肩膀上膏药还敏感了，你说这个没事啊宝贝，这个你现在长得很好，很棒，很哇塞，你还要什么呢？大家在遇到红蜘蛛的时候，不想用药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水冲，反复的多冲几次，也差不多能解决，好吧？你那个现在挺好的哈，没啥救不救的，救啥救，都长成这样的多哇塞呀啊！适当的来点小肥料，那玩意长得老凶了，好吧。然后呢，对于这种滴水观音哈，宝儿。它上面分泌的一些汁液啊，就是它会分泌小水珠出来。你家里边有小孩也好，有宠物也好，要避免它们的一个食用。吃的多了以后，它会麻痹神经，会致命的，好吗？老阿姨，这个咋办呢？换，已经没得办了，这个都驾鹤西去了，跑得很快。您可别去追了哈，换一颗吧，宝。主要是什么原因呢？积水沤根。你像啊，有的话，有人养山尾葵，这那的。你要三五块，我跟大伙挑这种东西的时候啊，你去绿植厅里面挑的时候，你去买的时候哈，你尽量看那个盆土干得透透的那种，干得梆硬的，为啥呢？你只要它旱过一次没事的，说明它耐旱能力很强，根系长得也很壮，储水能力也很强。你要是去了以后湿乎乎的，你看那个叶子也是像你这样的黄乎黄黄拉拉的，我跟你说，臭宝，你估计你养的也费劲。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耐旱，它有一定的耐旱能力。你像用个大那种大瓷盆，你天天浇水，天天浇水，我的天，它搞不好你再施点肥，一不好了你们就想着施肥，你没想过问题吗？这都是闷根啊，宝贝儿。哎，不排除肥大。帮我看看栀子花，一个半月前焦边了，还挺严重的，水碱原因吗？哎呦我娘嘞，你这是给他用了啥吧，宝贝儿啊？你这个是不是用了啥？你说实话哈，咱不行说瞎话的，你这个肯定是用了啥，然后还有点闷根，一个半月前开始出现，这个应该是时间很久了，要么就是您养的很久很久了，这个是碱性过高导致的这种缺钾性的一个焦边症，不排除您用过什么东西哈。一般栀子花很少出现这种，大多是桂花、茶花出现这个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你这养的太磕碜了，还能救吗？能救。这个要修剪，要换土了。你要再这样下去，这个就再从这个环境里面再这么下去，是慢慢的走向灭亡，好吧？是吧？现在只能做到就是换土修剪，然后放到光照温暖一点的地方。别的没啥了。今天的养花问题呢，
就到这儿了，觉得不错，就点个赞啊！前面仰望你，视频要留言，我老花一，仰望就仰一，拜了。呵呵。